昨天休息了一天，今天继续干活。之前那个工地已经做完了，现在去一个新的工地。现在人都到齐了，开始干活了。这旁边这一道房子挺漂亮的，今天就刚好可以把这个房子从地基开始是怎么建起来的，这个把它全程拍下来。这边就是已经把那个地基的那个坑给挖好了，就是昨天下完雨，这个地面都有点湿，都是泥巴。才干，一人换一双水鞋。今天这一栋是搞六层，跟隔壁那一栋一样的，也是六层。这边建的是一个两层的房子，我刚开始还以为是六层，听错了，是两层。现在开始和水泥了，打地基。这边地基没挖好，要再往这边再挖一点。昨天才下完雨，今天做事情有点做不动，因为地上都是泥巴，全部都是泥巴。这些要铲的东西都是石头，铲不进，直接用挖机当搅拌，还挺快的。原来打地基和水泥是这样活的，直接用挖机解决了。11点钟了，11点半，休息，先吃饭。今天是开工第一天，在主人家吃，应该平时应该是在自己家里吃。走喽，挖机休息了。看一下这手上，这手上都是老茧。今天上午还挺凉快的，到了中午就非常热了，到处在建房子，油菜花开了，应该搞个航拍，但是无人机在家里面带过来。这边也是在建房子了吧，准备3点半了，今天把这个地基打完就回去了。可以见证一个房子是如何建成的。
昨天是在那个新房子那边打地基，今天是把这边的顶楼的那个梁给打了，然后待会还要去昨天的地方去砌砖，昨天那边的那个地基就打好了嘛，今天再过去砌砖。现在是早上的9点钟，一个上午去两个地方。昨天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是暴雨，但是没有下雨。这边已经搞完了，今天开始转移地方了。今天这边正式开工了，昨天是把这个地基打完了，今天就开始砌砖。今天来的人挺多的，请了6-7个人。